原本这一次复婚后，王先生打定主意不再纠结，要好好的和韩女士生活下去。之前由于婚姻状态不稳定而一直没有要孩子的他们，甚至打算领养一个孩子。我想，哎，如果这个孩子，如果我们把领养过来以后，会不会作为一种牵连嘛？我们关系就会好一些嘛？因此，夫妻俩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努力争取之后，为这个家庭迎来了一个可爱的女孩。幺七年11月7号，就把这个孩子张飞班领回到家里。可是，令王先生怎么也想不到的是，正是这个家庭新成员的到来，把他们的婚姻逼入了绝境。孩子来了以后，暴力。谁对谁的暴力？他对孩子的暴力。哎，我不想说，这段过程太痛苦。你在他们面前，你只有这个流泪，使得你的武器。我告诉你，我也想坚强，我不想流泪。我一个男人，我想坚强，我不想流泪，我没有办法。你担当了什么？这么多年，妈，你就静下心来，让我慢慢道来，行不行？慢慢谈完，行不行？然后你反驳，行不行？你说。孩子领养回来以后，他的教育方式，哎，可以说是令很多人发指。他头一次打孩子，在他娘家，他拿这么粗一根棍子，当时我看见孩子的脸马上发青，我很害怕，因为我阻止不了他，我就喊老丈人，我说你赶快去，他妈都说你这样你要犯法的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我妈那个问话，他说得出来吗？你不用打断我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告诉你，你打断我，不管你说什么，没有什么意义。我们离婚是肯定的。你破坏东西，你没有责任吗？你在干什么？你听我说。为什么现在这个孩子钻空子呀？暴力是这样的，这个孩子过来，他是福利院的孩子，没有正规引导教育，他的行为规范，然后就比较以。所以我在教育孩子这方面，我肯定想的很多，然后我就对他的行为规范呢，就是比较严格。这个孩子有点调皮，主要是破坏家具，有些家具的边边搞烂，然后墙壁然后都给我动。3岁半是吗？3岁半过来。为了进一步佐证自己的说法，韩女士早有准备的拿出了一些照片，现场展示了女儿在家中造成的破坏。是说这儿被划了是吗？就是那个家具的这个边。这些你觉得是非常过分了是吗？孩子啊，就作为女孩嘛，她都这样，如果不制止不管理哈，不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主要原则的事情，这个孩子这样子下去怎么办？随时我都在想怎么办。我跟她这个事情呢没有统一思想，她很爱耍手机。教育孩子的时候他就耍手机，不管孩子在这里干什么他都耍手机。如果孩子就是说安全事故了他都不知道。我这个严格呢，其实就是他的问题造成的，他不管，并不是他说的那么简单，我无法给他教的，根本就没有作用。不，哎，算了。因为他教孩子的时候呢，他还有一个习惯，开头教孩子的时候，孩子失声哇气的喊爸爸爸爸爸爸，你不许喊爸爸，不许喊，然后叫我出去，你出去。孩子从此以后打孩子，孩子不喊爸爸，不敢喊爸爸。最让我难过的是，我打断你，为什么你多次你教育他的时候，你说你去，我叫过你去吗？你没有吗？哎，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，夫妻俩再次回归到针锋相对的局面。韩女士埋怨丈夫在教育问题上的缺失，王先生不满妻子在教育手段上的粗暴，更因妻子的强势而无可奈何，对孩子的心疼和愧疚，对妻子的不满与怨恨，种种复杂的情绪在王先生的心中不断积累着。终于有一天，当他再一次发现妻子对女儿动手之后，他再也无法压抑内心的愤怒，对妻子他感到彻底失望，对这段婚姻他也决定坚决放手。我早上9点就下班回去，你哭呗，你傻的。领养孩子的过程中，我没有伤害你，你都哭，你都流泪，你那是你的习惯，你的武器。不是，什么事情都要流泪。应该是这样说吧，我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同情，这是我发自内心的一种善意，一种爱心。我还想哭呢，我回来过后，
因为每一次回来孩子都要叫爸爸。那天没叫我，站在沙发那个茶几旁边，哎，我说今天怎么了，怎么今天没反应呢，就站在那里，然后我就把牵到阳台上去，突然间我发现这两个手背全部是重的，当时我的心里崩溃了。这下我什么也没跟他说，到那个时候我已经彻底的失望了，我恨不住那天，我恨不住，我说我该怎么办。你早有准备，你是有备而来。我说我该怎么办，有心机，因为我劝不了他，我阻止不了他呀，我就想没有办法了，我只有走社区。当时嘛，就妇联、社区、解放人员都到齐了，包括律师。经过他们商量一下，他们也说，就说问我，如果我们动用法律，肯定要惩罚他的。但是这样下去呢，你们这个家庭就彻底完蛋了。啊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们官方给我打电话，很婉转的跟我说，即使孩子在拿东西，你不应该那样子教育他。当时我就在想，作为夫妻，你用这么大的心计拍照，然后录音，找官方，我们领养这个孩子，大家都需要这个孩子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也没有必要再和他去争论或者去干什么，没有必要，没有这个意义。我决定离婚，没有跳火的回旋的余地。我问一下你们，不管你们两个人的婚姻还要不要继续，对于这个孩子，你们两个人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？是这样的，法官也跟我说过，我们根据实际的情况把这个孩子判给谁，然后社区呢也跟我说过，判下来以后呢，如果我没有能力呢，他们考虑收回。我很纠结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，因为这个孩子很可爱的，我也不想失去这个孩子，但是有没有办法？就如果再这样下去，别说给这个孩子爱了，给他基本的该有的平静的生活，可能你们都做不到，对吗？做不到。